自己誓言多慎重，而你眼中柔情万种，如梦你竟然心痛。我的歌单，晚上好呀。啊，瘦哪是失踪人口回归啊，我是患病，完了以后吃了几颗脑残片，然后我就决定今天开始播了，你们懂吗？都是脑残片的错，并没有治好我的脑残。那天你们，哎，真的是啊，那天我真的诚心诚意邀请你们好吗，邀请你们来陪我唱歌，听我唱歌，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来，很伤心，伤心的恨不得去死，完了以后一点都不想理你们，很气，很伤心，非常的不开心，感觉全世界都要狗带。他们说新出的那个西之才挺牛的，是吗？好像是说最近就是大家打军巴的时候被那个西之才吊打，但我感觉还好啊，不算是非常的强。 YCK 晚上好呀。哎，讲真，我觉得西之才在我眼中看起来不算是非常的强，感觉就脑杀一下嘛，他就顶得上一个郭嘉嘛，对不啦？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与别人绑定血的那么样的一个技能，对吧？感觉就是郭嘉的一个强制性卖血，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嘛。他就是当郭嘉用呀，天度，天度是和郭嘉一模一样的技能，完了以后另一个技能不论是判黑还是判红都是两张牌的一个牌叉，就判黑拆别人一张嘛，判红就是自己摸嘛，是这样的吧？我记得这啥子嘛，这个是最近更新的内容吗？作为反贼首任曹操主公一次，曹贼休走。这什么东西呀，六人标准场，我的号登错了吗？是我自己的号呀，这是傻子嘛。哎，这个贾诩有点帅，看一下那个试纸，算无一策。建安十三年秋，曹操亲率50万大军南征，然而此时刘表病亡，蔡夫人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王，曹操兵至，刘琮举荆襄九郡而降，荆襄九郡进献曹公。
鸟失踪，宝宝们晚上好，我真的是这几天感冒了，你们都不体谅我，感冒了以后也不那个啥我，我很伤心好吗？很伤。这样小一点哈，就比较那个啥一点，那个东西太大了。哇，小北，你的牙还在吗？我们唱首歌来庆祝一下你换牙好不好？乳牙掉了对吗？终于成年了宝贝儿，不错呀。还有生物的箱子，生物活动是不是没了呀？还有吗？生物活动六年级毕业了吗？你们觉得六年级的卷子难吗？我觉得挺难的，因为我是幼儿园毕业，感觉六年级的卷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天书呀，根本看不懂，我的天。国战，大家都没有觉得我声音有点不大对劲儿吗？我鼻音那么浓的，大家都听不出来吗？不觉得我声音变得低沉了吗？哎，好伤心啊！真的是，你们有在乎我吗？在乎我吗？爱我吗？爱人家的时候就叫人家小宝贝儿，不爱人家的时候都不关心人家的，不管是鼻音浓还是鼻音不浓，反正我不鸟你，滚，是这样的吗？低沉又性感，我喜欢你这个台词。张角不拿了哈，张角太脆了，蔡文姬孔融可以和队友做一个配合。什么黄丁啊，我的天，三号位不会被大嘴射的。对，是的，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，竖琴和魔法，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，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，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，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，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，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，川流不息扬起水花，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啊。好听，鼓掌。人间最那个叫什么，人间有味是清欢，人间最美是知音，高山流水取有人赏，对吧？啊，我最近喝药喝得好难受呀，感觉自己哇、哦啊、我杯刚忘记打开了，这个渣子等一下我得把它弄掉。这个是跳了一个曲熊哈，那个啥的时候啊，这个排序，我尼玛，我尼玛这个排序哦，我尼玛你这个排序哦，真的是很棒，兄弟你排序很棒。这边还没有无懈可击，
哦，有一张入学课金，不知道是谁手里的，贾诩不一定能出这张乐。床上没有那个张角，看一下有没有司马懿。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，川流不息，扬起水花，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，有陌生。这无懈可击谁的呀？我的天，贾诩出不出得来呀？你别给我拆，去拆这张乐哦！你拆这张乐，我就干死你，直接弄死下家兄弟！给我拆下家，弄死下家！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我刚才说什么来的？我说。啊！我操你妈！好梦中杀人，不能说脏话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完了以后，马腾要我背锅，是你给我拆的呀！妈的，智障！你给我拆，你不就让我去拆贾诩的乐的吗？好的，我的锅，我的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锅。啊，好吧，这就尴尬了，我被说脏话，被骂。说脏话被抓到了，对吗？我很温柔的，从来不说脏话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很温柔的，我很温柔的，不要这样子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在队友需要安慰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给予他们鼓励。看这张无懈可击是在谁的手里了。如果这张无懈是在贾诩的手里的话呢，我们还能打。曹操没有闪吗？对吧？在我的回合之内的时候能收掉曹操。收不收得掉？收不掉。收得掉，码头那边扣一张山，曹操要吃两刀。对吧，完了以后要是曹操杀我们其中一个人的话，我还能给那个一张无懈可击。还好没有反无懈，这张无懈可击是在自己人手里哈。如果不是群雄的话，这张无懈可击已经打出来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绝对打出来的。多问他最后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，对吧？哈必死的。杀我的话，我被割完了以后，把这张杀给马腾。当然，如果马腾要是看不懂的话，要看不懂我有一个蔡文姬。哎，来啦！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，还不到。情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我回来啦。他盼的是一张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，你们记得他盼的是啥吗？我忘了，一样给一张吧。我就取了个范，我就那个啥，开了个门哈。我不知道啥，我不知道那个，我忘记贾诩是判的一个啥了，不然的话给个双花色的了。黑色。为什么打周泰呢，兄弟？打死一九二嘛，不管一九二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把他忙死了以后，我们都是优势局。菜真的是菜，宝贝儿，菜
呀，宝贝儿，干嘛不杀夏家？夏家跳了一个群雄吗？干嘛不杀夏家，宝贝儿？你告诉我不杀夏家的理由吗？不想说话了。总以一往情深，容易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哎，来啦！这局不好打呀。我边吃饭边直播哈，宝贝们。还没吃饭呢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还不够。我不是中午的时候拿出来了一份外卖吗？嗯，但是我忘记把面，就把那个，我忘记我家里没有那个米了，然后就没有去带白米饭。然后今天我点外卖的时候呢，就多点了一份白米饭，他以为我是两个人，然后给了我两双筷子。嗯，没有吃完饭，我今天没饭吃，好可怜的好吗？分不该如此难求，所谓的爱与不爱相隔在哪般。哇，这个更萌，原来不止萌的我一个人，大家都萌。不不不，原来不止我们家袁尚萌，大家都萌。梦最后亦能再回首。远郊是爹，逃是妈，爹妈不死不拿那啥啥。边吃边摸，哎呀好讨厌啊，哎呀你妈蛋，他给我加葱，最讨厌了，我都说了不要葱了，气差评，烦人烦人，差评，真的是第一次来他们家店，完了以后就给我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那个啥。保一下贾诩吧。春去花又别。这个铁锁连环有什么用吗？谁能告诉我这个铁锁是干嘛用的？铁锁是干嘛用的，兄弟？就我这边囤牌嘛，囤牌给贾诩一波带，这样是最好的，直接爆破了孙二强。袁绍我不想保了，袁绍不会打。但我觉得贾诩也不会打，刚才那个盲人我给你们讲过吧，肯定是盲下家的，给我的话我就连六号位和二号位，不管二号位和六号位是不是我的队友，肯定盲先知位动的，盲死了先知位动了以后，就算你自己清牌了以后，后知位也有你的队友，队友动了以后，然后你还会考虑说你的队友盲不死后知位的人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，宝贝们？完了以后决斗一个周泰什么意思啊？让两张贾诩完了以后，贾诩那个啥了，贾诩一波带了。
其他。死吧，兄弟，没有活着必要了。为什么用武器悲歌？原因就是因为我用武器悲歌了以后，我的手牌会空闲，然后会给更多的牌给贾诩。贾诩这波要是忙不死孙二香的话，我们不能打。就只要是贾诩那边没有爆发，打不死孙二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打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不够，闪！但是贾诩貌似不想爆发。闪都出了，怎么办？我感觉这局好难打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，宝贝们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那些往事我会抹来不去，你愿意一尘不破，是唯一路的灯。不能全部给贾诩哈，因为贾诩没有想着爆发，他自己的手牌和那个桃子全部出了去保了一波袁绍，完了以后他手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空余空间的，就算是我给他补三张牌，他也不一定能爆发，所以说这波不要给贾诩了。待过将不下宜城，这干嘛、啊、兄弟？哎，你是不是很无聊啊？这边一张明的人王盾，你给人家过一张牌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什么队友呀？哎，我不就割了几天吗？就给我派这种队友来。算了，心平气和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不能逼逼人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的思路。做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。故乡歌声已成酒，故国声息气将晏。过河拆桥。哼，这个时候拆了身上香，你给他拆呀，我的大兄弟，干嘛不给他拆？哎，你告诉我不给他拆的理由嘛？贾诩一波能爆死上香吗？真的是，给我就给孙二香拆了。给我就给拆了，对吗？你看我们的一群傻逼完了以后，他们就在忙孙权，何必呢？我声音变了，是变了，宝贝们，感冒了，是不是变得很低沉，很有磁性，很温柔？是这样的吧？低沉、磁性而温柔，感觉拥有了自己，就拥有了整个世界。袁绍死了，这一波残阳如血，只为你红妆陪衬。不过我们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孙二香不敢吃我，给我就不救袁绍了，救什么袁绍？救什么袁绍？袁绍救起来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待末将布下宜城，以退曹贼。等个桃园吧。我队友说并不想要桃园，想输出，想爆发，兄弟们就是干。自由就在前方，兄弟们跟我干，就是这样的。兄弟们给我干，干死前面那一货啊！大家并不温柔，就是想干。看我的厉害！哎呀，鼻子塞了好难受呀，你们都不喜欢我，我鼻子塞了以后也不那个啥我。单挑不一定能赢啊，因为这波收五牌。死当埋骨兮，我感觉贾诩有点后继无力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远交给错了，给贾诩。这个时候是击杀袁绍的，干嘛要给袁绍？
这张顺是原来的名字吗？如果是名的话就可以这么打。我看一下袁绍打不打的赢。老天不助我袁家呀。哎，队友打得好，不差，打得好，队友最牛逼，队友天下第一。这波还真难赢，讲道理，这波被洛家取，如果摸不到闪的话，下回合直接被压到一血。看完哈，我就不知道大家在急个啥，就急着击杀那个孙尚香哟。感觉像是打不赢了。这张杀要下白银，除非是九杀。哦，贾诩是有一道九杀呀，我给了一张九，他用了没？用了吧，对，用了。我感觉输了，贾诩。菜输的。最后孙尚香还编了一波诗，是不是蔡叔的嘛？对不啦？我们刚才点出了大家打的不大好的地方，点出了很多的。15秒能吗？貂蝉蔡文姬，我想要这个组合，多强，对不啦？会毕业的孙尚，会毕业的孙尚香，问你们怕不怕？二号位一张红点，不发了哈。谢谢牛哥的中秋快乐，你也中秋快乐，对不啦？会唱歌的孙尚香不牛，我感觉会毕业的孙尚香会更牛一点。红颜祸水孙尚香，完了以后还会离间，多棒呢，对不啦？会寻找个失之才。我感觉细致残脑杀好像不大强呀，为什么我们群里面那么多人说被他吊打，有点想不通。我感觉脑杀好像真不强，就抵得上一个郭嘉吗？强度的话，就感觉强度好像连郭嘉都不如啊，不是连郭嘉都不如，反正强度感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强。他顶多就是与郭嘉相比，他就多了一个被动卖血机呢，就是那个绑定被动卖血机，对吧？就除了这个东西以外，好像就没有什么一个太大的那个啥了。丢红沙，丢火沙哈，因为自己带了一个藤甲，所以说丢火沙。不是因为我是甘宁所以丢火沙的，而是因为我怕火杀所以就火杀，因为前期甘宁又不亮出来无所谓，并且火杀总的来说的话要比雷杀好嘛，对不了。
孙仁香，国泰和孙仁香配的都还好，因为孙仁香每回死在希望的田野上，魏国应该有空调哈，这波应该死不了。
家，也只是这样一笔带过，没有就是对他有什么建树性的记载啊，说他就是疼啊，接招吧，巴拉巴拉，你的牌太多了，解一码先不忙拆哈，去拆一下这张寒冰，完了以后还多了一张，那就去拆那个解一码吧。感觉不想去拆解一码，拆解一码没什么用，拆手牌。兄弟别在我群里面打广告，我这边没有多少个人的，进一下，谁帮我进一下，有管理在群里面吗？有管理吗？
都是要提的，因为我管理都不在，群里一个管理都没有，就是目前就是在直播这边的一个管理都没有，这个不好。要是群里面的人都不值得相信的话，那确实我应该考虑一下我自己的人品了，对吧？是不是我自己人品有问题？得考虑这个问题了。闪，万界齐发，闪。终于抓来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。进单挑局了哈，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，只有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终有意义。乐不思蜀，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。一定得杀贾诩的，因为我被贾诩克了，宝贝们。接招吧！所以说贾诩是一定要杀的，你的牌太多了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闪人王，人王留一下吧，舍不得，会和内是一个防具牌。如果那边起决斗和南蛮，我们就认，对吧？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无懈可击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我要是舍不得走，想看我翻车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。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排序有问题啊，欢迎的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们都不是。不是，我给你讲宝贝们，我是一定得杀死贾诩的。黄月英他虽然说就是黄月英本身他不可控，对吧？但是总的来说的话，我还是能限制他的手牌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我和贾诩的话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限制贾诩的手牌的，所以说我必须去选择和黄月英进一个单挑局。但是我就是最让我觉得比较怎么说呢，就是我想一下，组织一下我自己的语言哈，就是最让我觉得比较难过的一点事情，就是当时我去杀了贾诩了以后哈，杀了一刀贾诩了以后，贾诩的连弩是直接推在我的身上的，就这个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先开乱舞再没有出杀嘛，我觉得他手里的杀可能性比较少了。我提个房管哈，宝贝们，没有胡言乱语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，我是绝对不会和贾诩进一个单挑局的。你的真心帮你打神武，我自己神武都没打好吗？还给帮你打神武，不可以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。然后那个男孩子就恼羞成怒的把我踢了。哇，习惯爸爸，晚上好。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来，真的是特别不开心，特别特别不开心。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不过来。特别特别不开心，
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不过来。声音当然变了呀，我感冒了宝贝儿。爱我的时候你们都觉得挺喜欢我声音，不爱我的时候呢，我感冒了以后都没有人关心的。声音当然变了呀，我感冒了宝贝儿。唉，心疼自己。哦，原来我是没有登录。我说呢，气到变声，真的是。看我人都这么少了，直播间完了以后还有人跑到我直播间来打小广告，真的是，唉，气。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不想学习了，为什么？当今面面心痛，感冒了我在吃饭，就顺便播一下。郭嘉说句话，完了以后提个房管给你们，给你讲哟宝贝儿。就我提房管了以后，每天晚上的时候你要到账，你每天晚上的时候你要到线的呀。为了赚钱，哎，这个还真赚不到钱宝贝儿。我给你们讲，给你们透露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一个月哈，我收到的礼物其实就是你们每天送我的那个像基础的战旗币礼物，这个东西我是收不到的，就是我是拿不到收益的。然后这一个月我总共的收入是300多，但是战旗满500的时候那个钱才能提出来，也就是我这一个月帮你们逼逼了一个月，完了以后300多还提不出来钱。你告诉我，我是为了赚钱。兄弟，你觉得，我觉得挺寒心的，讲道理。将心比心嘛，对不啦？对呀，现在因为本身也不常播了，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有工作了嘛，所以说不指望这个东西能变现，就是总的来说的话，现在算是和大家去闲聊一会儿吧，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太大的想把它变成一个收益的欲望了。那天的时候我在直播间说了的哈，我初期去做这个直播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想让它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的。然后做到现在有是真的就确实是情谊直播了。我也给你们透露的吗？刚才就是我这一个月的收入总共只有300块钱，并且这300块钱拿不出来，战旗的底薪是500块钱才能提出来。也就是300，永远就是300，就放在那里，永远提不出来，懂吗，宝贝们？好了，不提这个事情了哈。所以说，大家再不要说我直播为赚钱，我以前的时候确实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没有把它看成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职业。如果真的是赚钱的话，我为了这300块钱完了以后给你们逼逼一个月，你们觉得可能性大吗？我还不如就说拿晚上这点时间，我跑出去去帮别人写写文，完了以后我还能拿到稿费呢，是不是这样的吗？对呀，不播还要被你们骂，还要被你们说鸽子，我何必呢？对不啦？将心比心嘛，在。不要说这种话了，说了我挺寒心的，讲道理，直播是为了赚钱，假装自己相信这句话好吗？伤心处别是路有谁不同。对啊，你们觉得可能性高吗？我就真的是在这里给你们逼逼一个月，完了以后你们给300块钱的工资，我何必晚上的时候我要费这个力跑来和你们逼逼呢？我拿这点时间完了以后写几篇文章，300块钱的稿费哪里找不到？
将心比心吗，宝贝们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问题了，好，我们继续直播。挺扎心的，特别是感冒了以后，内心很脆弱，想哭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东西了哈。就大家看我今天的声音状态，本身有点不大对劲儿，都说我声音变了吗？没有变声音哈，是因为感冒了，鼻子塞住了，完全就通不了气儿，所以说感觉声音还是变化了。对呀，体现不了的。不想选这个组合，选这个组合吧。所以说，就真的是我这个月以来就从来都没有向你们要过礼物。就是那一次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谁就提到过一个问题，他说别的主播都要礼物，为什么你不要礼物？完了以后我假装要了一波礼物，给你们撒了一个娇，我说宝贝儿嘛，来嘛，送一波礼物，亲爱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真的是说多了都是泪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。没暗示，我只是忽然想到了上次的那个问题哈。毕竟我现在我像我的话，我好像几乎从来都没有向你们主动去要过礼物。我不知道别的主播是怎么做的，但是至少给我的话，就算是我现在是我觉得无所谓了哈。就算是从前的时候，我确实想把它当成一份赚钱的职业，然后去播，完了以后我也没有说我拉不下那个脸，知道吗？我拉不下那个脸去向别人要礼物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点拉不下脸，就是对吧？所以说也没有说一直就是向你们要过任何一个礼物，像这样的。对，就这样。好了好了，不提这个问题了。看牌局哈，我边吃饭，然后我们边看牌局。看邓艾夫将是个什么东西哈。邓艾夫将如果很强的话，像如果副将带一个离点什么之类的东西的话，再配一个郭嘉，是完全可以有二打六的一个能力范围的。但我觉得郭嘉可能就是走一轮的话，可能性要挂的概率非常大。弓箭手，准备放箭。是真的有拉不下脸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可识得？不是说就是我去要东西有多掉价或者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像就是作为如果我哈，如果我确实就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主播，完了以后我向我的观众去要礼物的话，我感觉就像是一种变相的消费我的观众一样，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所以说从来不要礼物，就是这个原因可能。简直充足，尽管取用。不想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消费那么样的存在吧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花花。没有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习惯了小哥哥确实是为我好。上好国家，下安黎民。我以前直播只有当时你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播间只有几个人，只有八个人，对吧？还挺不容易的，讲道理。你可识得此阵？
好啦，我感冒了哈，感冒了以后比较感性，然后大家就不要提这个问题了，不然的话可能就哭给你们看了哈。开了一个摄像头，完了以后就哭给你们看，对吧？好了，我继续吃东西，你们继续吧。这草皮玩的不错哈，翻一下前置位的，完了以后保一下自己的行动轮，并且袁绍射不起来了，他手里只有一张牌了嘛，对吧？如果这波他们能保国家的话，保不了国家的话，有可能还有一件。这波那个邓艾真姬赢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哈。前置位都被翻，对吧？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，对，是的。四象生八卦。人生第一场收到呢，玫瑰。当时你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八个人。完了以后，你送了玫瑰，然后我们当时变成了16个人，之后的时候就变成了9个人。此地名叫麦者，是这样的。文田可充盈军资，想想还是很感慨哈，就特别感慨这个事情。放箭，放箭！你可识得此阵？我不知道我给你们讲过没有，我在群里面讲过没有。就是有朋友介绍我在一个那个小的平台做那个签约主播，不得不服。不过是播另一款手游哈，然后完了以后那个底薪好像是2000还是1500的样子，就不管你播不播，你的底薪都难拿那么多，1500，一个月1500，就对于直播，一天直播2个小时，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啥。完了以后我加了那个经纪人的微信，完了以后之后没有理人家，因为那段时间是有真的想去。没有，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别人就直接给我讲了，就是游戏我会不会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会逼逼，就是会说话，然后给你们谈谈心嘛，对吧？现在就对，一天播2个小时，然后可以做晚上的档期，就是8点到10点，就比我现在的直播还要早那么一点点。一天直播2个小时，从8点到10点，我现在8点到11点左右的样子嘛，有时候到10点多，但是10点钟下播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可能。完了以后一个月1500的底薪，不过他们提成拿的不多，他们提成好像只是拿30%的那样的一个提成，礼物提成的话。也就是结果下来的话，一个月能拿2000多一点的样子。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有想去的哈，之后的时候呢，就那段时间我在群里面发语音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哈，就那段时间的事情。之后的时候呢，群里面就有很多人走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感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群本来人都不多，你们包括你们现在看群里面好像人也不多，有多少个人啊？我想的，我忘记有多少个人了，但是应该是不过百的，对吧？然后有人进来也有人退，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？本来群里面人都不多，然后你每次看到别人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感慨，真的。因为我很少，就是我玩 QQ 玩的不多哈，然后我也没有说自己去建过群啊，就什么建什么比较文一点的读书群啊，或者是建比较逗逼的游戏群啊，像这种我都没有建过群。然后每天看到就有一些人走，就真的是特别感慨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走，就可能就有一天说不喜欢将军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像这种。当时觉得打击特别特别大，就那段时间的时候，然后真的有特别特别想走。然后之后的时候呢，晚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和那个
和国色，也就是我们房间里面的一个管理员嘛，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守护就是他挂的。然后那段时间的时候，就那天晚上的时候就和他聊天，然后他说将军希望你坚持下去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说那个啥的，但是他说至少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喜欢你，完了以后呢还是希望你每天去播，然后每天和你聊天去看那样的。然后之后的时候我就没有去播别的东西，完了以后坚持着我每一个月拿不出钱的那么样的一个直播间，完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说和你们逼逼几句。就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吗？就感觉就是你有在坚持，但是就没有人去关注你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也不好形容哈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感觉就是你本来就是付出，然后你想去就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完了以后过程都给你了，你就是觉得那个目标遥遥无期，然后忽然有人告诉你说旁边有一条捷径，可以走那条捷径，就觉得满心欢喜。刚准备走那条捷径的时候呢，有人就劝你说还是走原来的路，你要相信原来的路虽然说有荆棘，但是顶端有人在等着你，一直在那条路上等着你，对吧？哎，我真的是说什么呢，不和你们逼逼这个问题了，我先擤个鼻涕。刚才有人在弹幕里面说，就是那样的话和美女主播没什么两样，对吧？但是我就问你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美女主播呢？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也不出镜，完了以后一天两个小时，待遇挺好的呀。我就觉得待遇挺好的，对吧？哎，算了，说多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开始下一局哈。完了以后边吃饭还是边打？我一碗粥吃到现在。选这个组合吧。长得帅的放前面。没哭，我怎么可能哭？真的是，不可能哭的。天下大事，要你的儿子安慰我，让他卖个萌，说将军别哭了，我给你表演吃东西好不好？明天才回家，那你儿子不认识你了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还不可能睡这么早？行吧，你溜，那我就给你说拜拜，不说晚安。啊，提前说晚安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你终归是要睡的，对不啦？你不可能说今天不睡觉呀，对吗嘛？诸葛亮啥？关羽啊？副将是吕布好吗？需谨慎再三。一看就知道你们没有玩过三国杀。诸葛亮副将是吕布，所以说他才藏的。是关羽有什么藏的必要吗？对吧？藏啥子嘛？肯定是吕布呀，所以说才有必要藏的嘛。出来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完了以后出来没有必要感觉。谁道江南少将才，让尔等见识一下。你觉得这个 A 可以开吗，大宝贝们？不用开吧，不用开去压谁呢？我的天，唇边说话，管他话真话说假，外面还有无限氪金啊。拆雌雄还是拆人王？拆人王，提高他的嘲讽度吧。这个桃园能不能开？可以开。桃园结义。不补难吗？下回合的时候补，藏一波。哎，我鼻塞了以后你们都不夸我声音低沉性感，很不开心。我真的觉得，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觉得的，我真的觉得我感冒了以后声音是最好听的，稍微带点鼻音然后声音就低沉下去了，没有像以前那么尖锐，叫辣耳朵的那种尖锐。哪有沧桑，这叫磁性低沉，用词不当。兄弟想干嘛？有距离吗？这跳的一个什么嘛？你觉得之前好听？真的吗？那我赶紧好起来，好起来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么样的一个声音状态了。唉，好难受啊，感觉这种眼胶不给诸葛亮，雷点放在那儿打诸葛亮的击杀，他先干你，就算是你不干他，他也会干你。所以说雷点先留着，雷点200级，他会去压暗葬的。弹他兄弟，弹他再杀他，会吗宝贝儿？接手。对，啥时候再来一次没吃药？天天吃药好吗？天天吃脑残片，都快吃成脑残了。没杀了小乔，冰凉寸断。哎，裤子都脱了给我看这个东西不好吧，对吧？裤子都脱了再怎么来一发呀，我的天。请再帮我一次，延续大汉的国运吧。啊，好难受。我要开囊了。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。这玩意儿怎么不亮出来的呀？我要开囊了，打你妈个叉叉！
勇冠三军方能所向无敌。这诸葛亮好烦呐、啊。打完这局了以后我们去打二二吧。南蛮入侵，我和你火杀杀可以吗宝贝们？不想打国战了，国战打不赢，老是死，老是挂，心疼自己。弹这个诸葛亮傻逼，干他兄弟，来一发，干死马的智障。看儿来插标卖手，不用吃桃子，桃子磕了吗？留着吧。是你的肩膀，留住你一面，画在我心。小峰，小峰是那个吗？小峰是不是从 B 站来的呀？我记得我投稿接过你的投稿，对吗？有蔡文姬啊，宝贝们。对，我是记得好像是从 B 站过来的宝宝。开局给将军么么哒的永远第一个死，那我每次自己死我是给自己么么哒了吗？不要睡我，不想睡你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海兵如此，胜乃可全。你们不想在群里面常待的就不要加群了，宝贝们。加了以后再退群，我会觉得很难受的。刚才给你们讲过，群里面人本来就不多，然后我每次看到有人退群的话，我会想的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。完了以后你们在这个群里待不住，忽然有一天不喜欢我了，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错？我和你这不是只剩皮囊，所以说没有打算常待的就不要那个啥了。为干嘛不闪我小兄弟？妈的，你是不是智障？但我紧抓不放，谁道江南少将才，让尔等见识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没报过照的，下回会被炸死了。白银狮子一定要留一下的，头咋丢吗？对，群里面没有任何的照片，也没有任何的福利，没有任何可以开车的人，群里面没有任何的福利，就。大家如果找福利或者是找照片的话就不要到群里面去了，没有任何的福利，每天只有几个人打打鱼聊聊天聊聊骚吹吹牛逼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可以看的点了，在群里面的人都知道，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去一直求着去加群。一点大概率一个独苗哈，看一下我三号位会不会是一个魏国，三号位一直没有卖血。人世的语音福利就算了，宝贝儿。这孙耀香干嘛？小兄弟，你要死！一杀一那个啥。若是没有你，我苟延残喘。若是没有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国战老是打不赢，不想打了。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诸葛亮杀我一刀，炸我一下，给不给过牌？给过牌，死了就死了。何惧小人？孙儿香卖了。前尘往事。只要把这个诸葛亮弄死，我不管。一百级不是魏国，看其中一个出菜嘛，还是谁出菜而已。孙二香这波必死，李典不论是跳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
站在哪一个面上，都应该杀死孙二香，不可能让孙二香小瞧了的。还有点单杀兄弟，杀了他我们不思蜀。你爸爸我很不开心，讲道理我都给他过牌，完了以后他得乐我，非常的不开心。再帮我一次，看一下场上几个蜀国。大汉的国运吧，暗将当中肯定有一个蔡文姬，是群雄的概率不大哈，除了一个蔡以外，不然的话我想不出群雄不亮的理由。独苗先闪电后乐，兄弟不要关错关错了，好难受，像打喷嚏啊。寒街有多长，谁能斩断时间最苦的惆怅，若能化蝶成霜。今天好高冷，我什么时候不高冷了宝贝儿，天天都高冷。先闪电，我还有一个英魂宝贝儿。勇冠三军方能所向无敌，你关的哪一个盘？诸葛亮宝贝儿，你告诉我你关的哪一张？看我厉害，是不是全部都是闪电判定？炸不炸的死我兄弟，无限我的乐好吗，我的大兄弟。行吧，打得好。这个不是关的哈，这个是天过。何须马革裹尸，接手。这个诸葛亮简直是一个智障，有这么打牌的吗？就连了一个小乔，完了以后必须要弄死自己，我就活着没意思，我就觉得我想死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？大家打牌都这样的呀，难道不都是以赢为目的吗？不然的话打啥牌呢？玩二了宝贝们，哎难受，智商堪忧。可以飘冬云去，冬云是我的，桃皮也是我的，大老婆和二老婆，我还有一个小老婆，小老婆名字叫周瑜，还有个小小老婆名字叫孙策。谢谢宝贝们，人活着就是为了换掉桃皮。这个吧好不好，两张闪不说完了，镇守金阳无懈可击，决斗一胜一决斗。杀吗兄弟？杀，一胜一决斗。今日莫输，方恨千卷诗书未能全解。决斗出去吗？这都敢的兄弟，杀杀杀杀杀杀，反杀反杀，一张杀都没有。对，一张明的牌顺过来。镇守青阳。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。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你的心事三三。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看我拉开了顺手，他就是摸不到那张牌，这波蔡文姬应该是死了对吧？且坐连舟而行，我孙无水师可破。
九杀先寒冰，如果有火杀的话可以先寒冰一下司马懿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打那个蔡文姬的击杀。是只跌倒不开枪才可以接受啊，就是想开枪。抽着人心长腿，你仍会活着眼泪会还在眼前的里面，你不敢说我不肯说再见，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可惜。啊，难受啊。啊，先洗帕偷去美军狼。啊，好难受，鼻子塞了。为将军阵前不斩不足惜。银色小船摇摇闪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对，锡制裁可以做成神锅甲，但是单列锡制裁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大好。且坐连舟而行，无所谓什么水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你去买营养快线了，帮我买一瓶邮寄，等一下我把我的地址私信给你，不要给我寄炸弹啊，只接受营养快线以及吃的东西还有喝的东西，统统给本小姐闪开，别的东西不接受。就到这里了，昔日才真的强，我也没有呀。他没有上上层之前的时候我是不准备买的，一百二去买一个锡制裁何必呢，对不啦，是不是宝贝们？四号位诸葛瑾，诸葛瑾，我想想，诸葛瑾还有玩诸葛瑾的呀，哎，诸葛瑾还克住了，可以的吗？哎，兄弟，你给我牌呀！你每回合第一回合你只能摸一张，你还不如给我牌呢。给我牌完了以后，我还能帮你那个啥。就给寒冰会比较好一点啊，讲道理，对吧？先开五张再杀可以吗，我小兄弟？你打的好菜哟！为何踌躇不前？我死了。无中生有，征战辛苦，请休息吧。乐诸葛瑾比较好一点，乐诸葛瑾他不过牌，乐我过牌的。杀！敌人阵型已乱，随我杀！算什么英雄？世间太多伤心愁，身后三只狗。大的叫孤勇，小的叫雌雄。不大不小最没用，名字叫师出。月上有梢头，相约去青楼。肯为联手，如来冲冠自安处。身后三只狗，不知道不看这个东西。哥哥斗温柔，杯中尽是侠客愁，我还不想走。换张片吧。一枪是因为了够，我也不愿
智斩，才可博于应酬。顺手牵羊，一句似一剑，凡间独穿心。白驹一过人影瘦，少年画老朽。正看尘满面，热手细料有所光，为上策不利，不如打个赌。输了不许走。八卦给他吗？八卦给他不好。看人间个个都温柔，杯中尽是侠客愁，我还不想走。夜里撩人饮，却夜人歌舞。一腔是欲为了狗，我也不愿回头。我已诚心相见，君何踌躇不前？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对吧？镇守千阳，明哲为天，明君下土。征战辛苦，请休息吧。看我是一个有素质的人，我从来不逼诸葛亮、诸葛瑾的选将。这个选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啦？所有的选将都是能玩的，因为我22经常选诸葛瑾。但是我是熟人才选哈，不然的话不会选的。因为诸葛瑾路人很容易被骂。乱世当稳中求胜。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雷上，目标敌阵，全军突击。合纵连横，只为天下苍生。明哲为天，凌君下土。不因困顿宜出智，肯为联署改红糖吗？这是一张五谷，用五谷。乱世当稳中求胜。我去看一张锦囊好吧。容我过目，即刻涌来。顺手牵羊，文书强制，才可博于运筹。望着你远去，不能自已。雷莎，请将我葬在西凉。恪守细料有所光，为上策，不久必至。给他闪了。给他补一波红，完了以后两个八卦。哼，弃我江东无人吗？兄弟，你回合内不能过牌的。我已诚心相见，君何踌躇不前？借刀杀人。明哲为天，凌君下土。征战辛苦，请休息吧。嗯，九，出金刚了。容我过目，即刻涌来。我已诚心相见，君何踌躇？
我说什么？我说你好帅，我说你好帅，你是我最喜欢的人，最喜欢你了，特别爱你，么么哒。我说的是这个。火杀，闪。没想到吧？咚！杀！降为小儿，竟然……将五谷留下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你现在听到了对吧？哎，想骗我么么哒就直说嘛，对不啦？他怎么可能不给你么么哒呢？明月流动，我影消瘦。过河拆桥，只有忠心，吊打，没有谋略，看我们怎么样，吊着打这个诸葛亮，吊着啪啪啪啪啪啪，谁叫他拐我们家姜维，对吧？不能忍。这他妈就尴尬了。空桃，空降火攻，出什么兄弟？不挂八卦阵哈，八卦阵等一下诸葛亮出顺手了以后他能回血，并且他这边有一个青钢剑，所以说八卦阵不要去挂，完了以后他自己出了一个八卦。过河拆桥，成君恩宠，报效国家。房东的垃圾 WiFi 有多垃圾？能帮我透露一下吗？出个铁锁嘛，这句很简单，出个铁锁，回合内中要出五谷都可以的。这张顺手可以顺一下我的那个啥呀，闲着也是闲着的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给这家店差评，完了以后点鸡米花还是蒸的。哎，我的天，又出一张五谷，将五谷虚报一下哈。那是你的网速有问题，宝贝儿，赶紧骂这个垃圾房东，不要骂我，我的网速可好了，因为我的房东不是垃圾。真的鸡米花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只有忠心，没有谋略是不够的。重要在干嘛？啥都没有。有了，偃月刀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出一张九就开这张五哈。没上。我装备也起来了。就是这个摇爹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可以推倒的那种。对，是的，我们家财月宝宝说的非常的有道理，我同意财月宝宝的观点。直播卡的朋友们可以去换一个线路。空城腾家可能吗？兄弟们，才加一了，宝贝儿，等一下会卡顺手的。第八轮排队剩80张，有顺手的兄弟，有顺手的兄弟，哎，我的天，垃圾，太无辜了，虽然我没开出什么东西来呀。铁锁连环，成君恩宠，报效国家。
闪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过河拆桥。为什么不空闪？因为我和闪，我忘记空闪这一茬了。因为我想继续和这个诸葛亮玩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吊打这个诸葛亮的。这个解释合不合理？多少的时间，多少的岁月，无法回头，更无法遗忘。传说在天上有块风神榜，笔墨写春秋，挥毫对万敌。赢了，周扬那边直接九杀我一波，完了以后我九杀他一波，对吧？赢了。只有忠心，没有谋略是不够的。先那个哈，先九杀，然后再开南蛮，因为我怕我开这张南蛮完了以后，他给诸葛亮补了。拿来吧。我想玩董允呀，不开心。董允都不给玩，有不有活路啦？特别的不开心。爱最初的地方啊，哎呀，腰酸背疼，腿抽筋，多半是肾虚。六味地黄丸，补肾不含糖。董宇，你暴走，你暴走，谁允许的？我允许你暴走了吗？给我放下来，拎着你的垃圾和你自己走。敢抱走我的老婆，哼，就喜欢你这种做梦的态度。让青龙偃月刀在我手里怎么办？宋鲁班废一半。赐我这块封神榜，三百六十五个日夜，三百六十五路诸神在等我，把世界点亮。就让天赐我这块封神榜，就让神赐我坚持的力量。三百六十五个日夜，三百六十五次轮回，请带我回到爱最初的地方啊！好，等一下，干死这个诸葛亮！他敢空城，哼！敢空城，这个诸葛亮，给你看一个决斗，你怕不怕？青龙偃月刀在我自己手里。唉，烦死了。南蛮入侵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雷莎，这个速鲁班小伙子胆子很大呀，开这张南门就意味着这个诸葛亮挂了。兄弟，你还能杀一刀？我杀。你记得吗？兄弟过了。我的天，还有一张乐。我快忘了。哎，对呀，他们都有乐，一群手气狗，手气卡狗，一群狗，哼。
太是神了，他不贴这张乐诸葛亮死了，苏鲁班半残，完了以后不完再补他一刀，铁定挂。他还单出一刀杀，哎，烦死了，救一下吧。哼，什么叫吊打？等一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样才叫吊打。哎，好气，心都疼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选不到董宇，我要选到董宇就赢了。二二董宇是真的强，宝宝们强行给你们安利一波，二二董宇这东西真强，真心强。也不是说他的那个能力有多强哈，他是阿辅助性真的是特别大的，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本身也有那个，但是他自己有差，他自己就是单挑的时候有一个排差哈，这个大家不能否认的，最多能打两排差的。我猜着你邓艾，四号位的邓艾，我的天！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，天涯相望，今生面对谁曾想。禁欲、克制、闷骚、腹黑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特别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衣冠禽兽，知道吧？我很喜欢，就是男孩子穿两件衣服，一个是西装，一个是风衣。我觉得不论说是那个男孩子长得有多寒酸，只要是风衣和西装上身，都没有说一个太大的一个违和感。洗澡去吧，直播吗，兄弟？直播洗澡吗？不然我们连个摄像头，连个摄像头怎么样？就连在直播间里面，你直播洗澡完了以后，我就直播露脸。这买卖不亏哟。董宇，出师表里面有董宇吗？我都没注意啊。真直播，来嘛，你先开，你先开，浴室里面来一波，来一发，这波我们被吊打，春华邓艾，对面一个虞姬超人，怎么打？吊着打。撕播有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让你用你健美的身材来帮我吸一波人气，知道吗？我们这里是一个 gay 里 gay 气的直播间，色情的直播间，对吧？开车的直播间，小车车说开就开，拖拉机说翻就翻，那么样的一个直播间。所以说，来吧，宝贝儿，献出你的身体。我不想看，但是我直播间的朋友想看，知道吗？我哪想看你呀、哎、真的是，我看腹肌还不如看我自己呢，对不啦？好歹是 A 呀。哎，我的天，这边有寒冰，碰一张闪，超人等一下，大概率可能会移那个加一码了。哦，厉害了兄弟，早知道我留两张闪了，哎，气。难受。
九九归一，对不啦？九九归一的护机，护机，九九归一，终于我历经千辛万苦练成了九块巧克力护机。怎么九九归一了？剧本上没写呀！我的天！当然有 A 了，我又不是盆地。虽然说我住在四川盆地，但我并不是一个盆地，知道吗？你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事实。其实我是 B， 你们相信吗？信的吧。是一张桃，他都没有闪的。蛮夷可为我左右。嗯，不好意思。发兵器了。
嗯，对，舍不得打，错了嘛，打错了嘛，对不起。以守为攻，伺机而动。刚才那个愣了一会儿神，然后就愣神了，愣神了。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没有，我在考虑乐的问题，然后就没有打无限。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宝宝们。杀！闪！一静止动，一代劳。难卜算，百年中。好嘛，打错了嘛，就愣了一会儿神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对不起宝贝们。对呀，当然是选择原谅我啦。风行雷厉，无孔不入。心中祝福，不去银铃桶。一灵桶还是不一灵桶啊？一谁？一马中去。援军已到，转守为攻。一白银。乘风之威，御风之势。付之一袖，胜落月当空。是痴我非，真的你不懂。我何太巧，谁能把这阴风轻落肩上，阴泪在杯中。是爱是痴我非，真的你不懂。谁能踏满山河，坚守无处，风行雷厉。不是，我有一张顺，完了以后可以把那张那个顺回来，所以说是直接移了灵桶，完了以后等他去拆黄云英，拆完了以后，然后他去打黄云英的击杀，是这样的，对不啦？虽然说刚才我愣了一会儿神，但是我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明朗的，对不啦？你们竟然！明朗的思路。佳佳，你退出去。算了，我不叫你佳佳了，我在直播间就叫你白白，好吧？白白，白白，大白，大白，你退出去，你退出去完了以后再进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提示，看一下房管有没有提示。大白快点，小白，小白快点退出去再进来，看一下有没有提示我。问在水中央，这档期你们没有留鞋的，退了又进了，没有提示，只有10级以上粉丝才有提示，或者是守护有提示。这一波你们没有买流鞋的可以买一波流鞋了，流鞋李如，这一波是限时特惠，李如流鞋这两个武将都是可以入手的武将，你们打四次打的比较多的话，这个曹仁也可以买一下。关平没有买的必要，就流鞋和李如这两个将是很强的。为什么不叫你佳佳？你不觉得叫你佳佳你不觉得心虚吗？我都觉得叫不出来，完了以后你不心虚吗？哎呀，憋得塞了，好难受呀，出不出来气了。齐家的成为戏之才，可以的呀，你说了算。
经常来嘛，他经常来完了以后，然后我最近房管都不到我房间来了，然后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个房管，就必要的时候帮我踢踢人啊，像这样的会比较好一点。三号位陆续，陆续借大桥夏侯氏，叫你凤笑不好。叫你小白，拜拜拜拜，小白，小白听着像一只狗，好想养一只金毛呀！你们谁养了一只金毛了呀？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，对，我今天录了屏的，今天晚上的直播我录了屏的，等一下我就把这个录屏传到那个网上就可以了。对面是我请过来的演员，演得好吗宝宝们？征战辛苦，请休息吧。满招损，胜率高。该怎么打怎么打。没出九，没出九普通圈。好久没有听到惊不惊喜意外了，想吗？这演员有什么不敬业的，特别敬业了好吗？在哪儿找这么敬业的演员去？嗓子好疼，晚上的时候我直接嗑了两包药。朝愁眉黄，晚在水中央。
羡慕吧。借刀杀人，雷杀。哼，南蛮入侵，雷杀。手心上亘古的月光，那道双一笑而过的风流，时而正上你腰际，是你生而未露的倦狂，谨记你的名字是炎黄。风随上沾地的残药，随悄然悄然的流淌，时而掌纹你要记忆死亡，血脉奔腾的黄河长江，是你与生俱来的张扬。这不练诗应该还有空逃哈，你相信吗？真的，不然的话那刀九杀我想不通，肯定是还有空逃，看一下嘛，至少还空一个逃感觉。对，果然一定是还空一个桃，不然他不可能九杀我的。哼，张昭，这怎么选呀？我的天！哼。贤臣择主而事，去来的朝阳，无中生有，风雨打进红桥的女娃，丹青留下明日的黄花，汉字你我想问存的一笔一画，是的传承的表达，盛衰荣为命中注定，王有万余位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不懂。他就是回合内固定有一个那个，对吧？大 K 点，就他回合内固定有两张牌的牌叉，这个是第一点，对吧？第二点是什么？若骑士先辅角色，若骑士先辅选择的角色。改为其摸两张牌什么意思？将军，请听我一言。就这个这句我读不懂。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，可以判定选择若为黑色气质一名角色区域里的一张牌，红色你选择一名角色，请摸一张牌。若其实哦，懂了。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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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谷丰登，不喜欢抢了郭嘉的角色，张昭手里反正是没有的，卖了他了。一杀一平点，前途英才，哪有那么多英才？我跟你讲，三国时期普遍性死的都挺早的。曹丕40岁的时候死的，
周瑜也是三十几，完了以后郭嘉实际上真的是已经长命了，郭嘉36岁的时候才死的，而那个孙策死的时候才26岁，想一下嘛，对不啦？26岁的孙策那时候晋有江东，想想他是一个多有能力的人。郭嘉死的时候38吗？36还是38忘记了，反正郭嘉死的挺晚的，讲道理。将军请听我一言，故不忧。闪电蓄力待劈死这个戏子才，完了以后就能赢。旧愁几家恨，几家愁，几家高楼平地久，几家流落在衙门，在街头，不再相逢。不要想着去吹这个戏志才，我是真的对戏志才这个人无感的，觉得没什么。他补的是我呀，还是什么？我没怎么懂技能。兵书熟读，了然于胸。动若观火。一张闪，杀，闪，杀，王汉国作，千年不息。旧愁，几家欢乐，几家愁，几家高楼饮美酒啊，几家流落在衙门，在街头，在巷口。请我一张八卦阵，天涯水巷了。几家愁，几家高楼，饮美酒啊，几家欢乐，在衙门，在街头，在巷口。补我没用呀，他补我等于说废了一个技能，他是不能给我排的，对不啦？那不是废我废了一个技能是什么？这局打完了我们就不打了哈，宝宝们，我也要下线了。华佗、钟繇，两个奶，操了吧，不要脸一回，好吧？要做就要做一个不要脸的男人。如梦青丝同里，竟然是北京百鬼夜行，隐秘吐着香西去，血气故为敌，生个气。你是谁啊？别拉着我。嘘，别说话。我牌要被换了。那个人是鬼，他没有影子，小心。千万不能被他看到，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女
赤壁怀窗眼皮过一袭红衣美人一袭心若停若悲殿将军，这次可杀得痛快。你这个垃圾，无中生有。九，多少生命？地狱，病入膏肓。你说的是谁？下猛药。我刚才看到那个人没有影子。我也没有影子。什么？你是鬼？哼！狐狸抓一把那救命的猫咪，不知火在海面上燃起，吹皱着手仍故去的地。哈哈，兄弟，你怕是要挂哟。我头那边有一张明的距离。是啊，影子算什么？影距？你不是也没有吗？愁死影子，影子呢？我的影子呢？啥？大约是跟着你的尸体吧。什么？什么叫打不倒的小强呀？兄弟，你还是有问题、啊。不就是？你是一个鲁肃，你不是一个攻击，你是一个辅助。想啥呢？真的是。我如其没敲击敲你不知火已敲熄点将军，这次可以刷牌了。不想给铜甲，下回合吧。等我自己出一个防具完了以后，把铜甲给华佗。生被人欺辱，命去的女主愁死恨而死后，化成了厉鬼向人索。哎，这干嘛呀？没杀干嘛不处理加一嘛？所以会用人皮伪装。点将军，小心身后。呀，天亮。我是最终的蒙古人，家住在美丽的本山腰。伤之别离，事之衷肠。把加一码除了可以吗，兄弟？余下猛药。我是森林中的蒙古娘，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。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时间太多美妙。在我身，不可再伤之别离。点将军，这次可杀得痛快。铜甲不给啊，给铜甲了以后，张春华要推我了。在我身，无中生有。伤之别离，可在你心之中肠。无中生有。是神将长城之东面的歌谣，把一切都忘掉。这么欧的草你们见过吗？第一次见吧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特别特别的牛。可在你心，更不用反断怀抱。伤之别离，事之衷肠。怎么打嘛？这局张春华，你告诉我，那头打，连弩都推不动任何一个。你命如此，与我何干？点将军，推的是谁？兄弟，可杀得痛快。你告诉我，你推的是谁？闪。
伤在我身边，我家可在。丁将军，小心身后。许楼死会倔强，顺手宣言，在一瞬间。先开五谷，风灯，轻功拿一下，不用拿轻功，拿一招冰凉。杀！点将军。这次可杀得痛快，冰凉寸断，悲伤的人把一切都忘掉。给花朵处理啊，不能处理，对，他可以处理我的。让他两个闪电，对不啦？看他能炸死谁？你告诉我，张春华能炸死谁？伤之别离，伤在我身，我家可在你？丁将军，小心身后。过河拆桥，他能炸死谁？你告诉我，他能炸死谁？该把链路丢了，对，先不忙杀。杀！点将军，这次可杀得痛快。伤之别离。哼，我一手黑，兄弟，不要飞，飞不起来的，宝贝儿，我一手黑，不要想着飞了。丁将军，小心身后。都是黑兄弟。如果剧情早已经是注定，又何必再费力气？这一张在我身，可在你心？怎生气？伤之别离。点将军，这次可杀得痛快。真没有兄弟，你命不我手里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着刚才我丢了啥东西，手里留的这么多沙，我忘记了我丢了些啥。你走了以后我还在这里。点将军，小心身后。哦，我扔了 AK， 对，因为 AK 留在手里不好，所以我就丢了它。为什么不拆加一码？杀！空不空他一张？两张都是可以排，完了以后手里也是可以排，不空他，空不了他。感觉话头要挂呀，怎么？我和春华单挑也能赢的，无所谓。啊，兄弟，你这么黑，我也挺黑的。我们要炸！点将军，这次可杀得痛快。要走以后，我还在这里。丁将军，小心身后。如果生命给了太多忘不了的甜蜜，我只做再分开时抱一抱的太用力。你走了以后我还在这里，可他开始了另一场甜蜜。如果说你说爱我是说的那么把藤甲收回来。
是你都敢的呀，兄弟。回合内没有完杀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，厉害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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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是空，我那个，我要是没有防具的话，春华肯定打我呀，还不去打华佗，对不啦？打华佗又打不死人，对不啦？所以说他肯定打我的呀，我就把那个东西顺过来了，放在我的身上要比放在他的身上要安全很多，好不啦？唉，是不是啦，宝宝们？好啦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也已经10点半了。完了以后，我洗个澡，也开始要睡觉了。啊，希望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，好吧？那今天的直播就给大家做到这里，大家晚安，做个好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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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